大家好，我哋 ET Batch， 我系 Chase。咁我哋团队咧就见到香港嘅假证书问题好泛滥啦。根据纽约时报咧，每年有超过50,000个假嘅博士就产生啦。咁而喺香港咧，一张香港大学嘅假证书咧，喺网上8,000蚊都可以买到。验证一张证书其实系好困难，同埋好浪费时间啦。咁我哋就希望透过我哋建立一个电子徽章认证平台咧，可以解决呢个假证书嘅问题，令到大家所有人咧都可以好轻松咧，就可以俾人睇到佢嘅成绩啊、学历啊等等。ET Batch 咧系一个 ecosystem， 咁认证机构咧可以透过我哋嘅平台去发行徽章啦。咁学生咧可以喺我哋嘅平台上面就攞到呢啲徽章，同埋可以分享俾佢哋揾工嗰阵时嘅雇主啦。咁雇主咧亦都可以透过我哋嘅平台去认证佢哋所得到嘅徽章，或者用手机去认证。除此之外，学习者亦都可以将佢哋所得嘅全部徽章分成唔同嘅类型，跟住可以一次过分享俾佢哋嘅雇主啦。咁我哋亦都希望透过 ET Batch 咧，可以推动世界嘅证书数码化啦，同埋将教育程序电子化同埋自动化。华为云提供咗一站式嘅 IT 基础设施同埋服务，开发者只需要通过华为嘅线上云计算管理平台咧，就可以远程咁管理你嘅云计算设施同埋服务，完全按需付费嘅特点，令你可以根据你嘅业务需求，弹性咁调节你嘅硬件部署。一站式嘅监察工具能够实时对系统嘅性能同埋运作状态作出监察，大大减低咗后期嘅运维成本同埋工作量。咁我哋参加 HDC 嘅原因咧，系因为我哋希望透过参加呢个比赛啦，可以体验到华为云嘅服务啦，咁从而亦都可以建立我哋嘅伺服器啦，令到我哋嘅服务可以推出社会嘅。咁认证机构咧就可以喺我哋 ET Batch 咧好轻松咁管理到佢哋发行嘅 Batch 啦。咁学生亦都可以随时随地咁样利用我哋 ET Batch 嘅平台去睇到同埋去分享佢哋嘅徽章。To all fellow developers, turn your passion into action. Join HTC now.